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？嗯。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，真可悲。行行，接着睡吧，睡吧，睡吧啊！心想明儿早上起来啊，有人给你扔根骨头。监护人，我饿了。我也饿了。去起来给我做饭去。我不进。你给我起来！你给我起！给我做饭去。我不进去。你必须进去。你可得拽我皮夹克跪啊！行，我在这陪着你。咱俩这么耗着，他吃完，我们马上就走，不会打扰你。嗯，干爹阿姨，我给他放进来的，你不介意吧？放进来？他在你们家门口趴了一宿。我饿了，给我也来一份吧。不吃啊？嗯，好，我不饿。你不刚才说你饿吗？我真不饿，你快吃吧。咱家吃饭一点味儿都没有，就跟你做的饭一样，没味儿。能不能喂饱你？能，你赶紧快快点吃。快吃吃吃完走吧。你也吃两口吧。哦，我不饿，你吃。你快点儿啊你！你催什么呀？吃饭呢。别催他了。我说你那包，你放一边吧，从昨天晚上吃面条背到现在了，怕丢啊？不是我，这马上走了。借用一下卫生间，洗个脸。走了，没吃完呢。你干嘛去啊？没找着洗手间啊？那边没有洗手门呢？我是在这边。走了。哎哎哎！你干嘛呀？你冲什么哪儿去？你给我冲着！有病。
吧，你我好不容易给你放进去，你不好好表现，你耍什么酷啊你？假装正常有那么难吗？啊？你知道他洗手间里有什么吗？马桶、牙刷，两只，还他妈是电动的。我用的。你刮胡刀也是你用的，是不是？我问你，刮胡刀是不是你用的？王八蛋！我跟干净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我都不舍得动他，连手我都不舍得碰一下。你还挺纯情，你冷静点行吗？刚还贴心哈巴狗，转眼成吃人大灰狼了。Don't be such a drama queen, OK？ 我他妈要不冷静，我刚才把房子就给他点了。你凭什么？就因为江浩坤跟他同居了是吗？那我问你，就算你没碰过他，你没碰过别的女人吗？你别装纯了，大叔。我告诉你啊，人现在跟你半毛钱关系没有，他爱跟谁睡跟谁睡，你管着吗？想不想啊你？多大年纪了，什么点生理需要？再说了，你冲他嚷嚷去，你拿我撒什么火呀？我跟人过夜了吗？你冲我嚷嚷？我烦你啊！你赶紧给我滚，找你妈去，别跟我这添堵。哎，你知道我妈长什么样吗？滚！陆远，江总，警方那边已经认定了是自杀的事实。这陈放的后事怎么处理、啊？想听将来的安排，他怎么吩咐你就怎么做。是，明白了。还有，叫所有的人把嘴巴给我闭紧了，绝对不能够让将来知道事情的真相。需不需要我说第二遍？是，您放心吧。试试吧。行啊，这么多年没回来了，你还记得，厉害。哎，走啊！是你找妈还是我找妈？能不能积极主动一些啊？聊聊，马上就要见着亲妈了，兴奋、激动，还有点小害怕。我都忘了她长什么样了。哎，你在美国的时候从来不跟你妈联系？是她从来不跟我们联系。唯一一次寄来过一个东西，还是跟我爸的离婚协议。也就我爸那傻帽。还对他一往情深呢，结果死都没等到他回心转意。别这么想你妈，她毕竟生了你，对吧？生了不养算什么妈呀？我爸给她打电话，永远不接，最后居然还把电话号码给换了。就算我爸窝囊点，他也不能这么绝吧？是挺绝的哈。这样，你在这等着我，我上去叫他下来见你。哪有这样的？不行，骂他一顿，咱俩一块骂他。不行，揍一顿。